不如你教我哋一啲东北话，不如你教我们一些东北话。东北话，可以啊。我经常听到人家说嘎嘎的，是什么意思？嘎嘎，嘎嘎，有时候嘎嘎好，是不是？嘎嘎棒，猜一下。嘎嘎就是一个助语词了。超级。超级哦。比如说摔得嘎嘎痛，就是吃的嘎嘎香，就是超级的意思，超级痛，超级香。哦，这个意思。用这个给我用东北话描述一下，就是什么？哇，这个嘎嘎好喝，嘎嘎解渴。对哦，可以哦，有天赋，有德。那刚刚你说那个额头怎么说？额头对不对？广东话叫做额头，额头。东北话就叫东北话叫什么叫？我忘记了。我教你。好，来。本儿，第一个字读本儿，本儿喽，本儿喽，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本儿喽，本儿喽，这是俄语吗？怎么说？本儿喽。本儿。本儿。儿。儿。要把你的舌头卷上去。本儿。本儿。不会，是不是发卷舌音有点难？有第一波，有一点。本儿喽。本儿。本儿喽。本儿喽。对。嗯，是。很多感觉是它个别的词汇不一样，很不一样哦，跟对，很不一样，很不一样，就是完全不一样。对，但是有的就是组成一句话的话就没什么区别，感觉跟普通话。还有这个四盖怎么说？柏林盖。柏林盖。柏林盖。这个更像那个外语。柏也是三声，柏。柏。林。柏林。盖。盖。一个儿化音。玻璃盖儿，玻璃盖儿，对，哎，很标准哦。玻璃盖儿，但是有点俄语的味道。俄语的味道。咁啊，依家咧其实好流行做嗰啲直播带货啦，大家都知道。啊，就这样，你好像有做直播带货的。嗯，是啊。能不能为我们表演一下那个直播带货是怎么做？现场表演吗？啊。现场表演一下，其实直播带货通常拿到那个产品之后，通常会说什么？比如说这个，嗯，用这个，你就带这个货吗？就带这个，你就帮这个产品现场发挥是吧？哦，现场发挥。直播第一句话要一定要说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欢迎大家啊，来来到你的直播间。好，我们都来到直播间了。嗯，都来，都来了，都来，都来了。欢迎新进来直播间的各位宝宝们。来看一下我手上这一款是什么？水果茶。哇！天气热了，你可以把它囤在冰箱里面，是不是？而且它里面有16种水果，哇，比如西瓜、火龙果、柠檬、橙子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。到手之后大家都能看到的，放在冰箱里面冰镇一下，冰冰凉凉。好，夏天拿出来喝它，一个字，爽。嘎嘎的爽是吧？好，我要拍，我要拍。一号链接，一号链接，主播放在一号链接。OK，OK， 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吧？嗯嗯，厉害厉害，专业带货找你啊！专业带货找昭昭。好，